德芙道西一向都只是得小型食店，最近这里就开了间型格欧陆餐厅，餐厅由曾经担任过热门 Tapas Bar、 22 Ships 和 Ham & Sherry 的行政总厨 Nate Green 主理，主打 Modern 欧陆家庭菜。 Nate 嫌一般的火炉火力平均，令到厨师失去了掌火技能，于是他的新餐厅就决定弃用煤气炉，改为烧炭和杏仁木的火炉和焗炉。英国人最喜欢用脆片做小食，英籍的 Nate 就创作了炸莲藕片配金香诱惑的鸡肝酱，还有用大黄和红菜头腌了三日完成的三文鱼，和用了柠檬、香草慢煮到软腍的鱿鱼。眼见客人吃饭都只是顾着玩电话，他就专登不将肉和面包切细块，要客人用手撕开，增加他们交流和沟通的机会。慢煮十二个钟至松软的羊肩是原则上，炆得松软一拉就散。餐厅还有40款葡萄酒，全部都可以单点，喜欢饮酒的一定会很满足。